台湾居民来大陆旅游的意愿非常强烈，兴趣也一直很高，岛内旅游业界也一直在呼吁民进党当局早日解除禁令。去年以来，台湾有关方面几次宣称就恢复台湾旅行社组团赴大陆旅游做出规划，今年2月却宣布原定规划不再执行。如此朝令夕改、滥权妄为，严重损害岛内旅行业者利益，剥夺各界民众出行自由，在岛内已经犯众怒、失人心。两岸旅游不能全面恢复，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面对岛内旅游业界呼声和近日台湾游客抢得来大陆的旅游的机会的兴奋之情，民进党当局应立即停止政治操弄，从善如流，改弦更张。